各位同学上课喽！今天盖老师要来带大家做一些健康快乐的户外运动——跳绳。哦，跳绳好难哦！哎呀，太难控制了吧？哦，他绑得我心烦意乱。他好长哦，他是不是又长又硬又好握？同学，你们再这样嬉皮笑脸，老师要生气喽！老师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们会好好学，会好好学跳绳。真拿你们没办法，那就让老师来示范几招给大家看一下吧。跳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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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起来。怎么很难？要砸，要砸，这个很难哎、欸，还要左右，我还要单脚弯。以上就是今天要交给我们 JKF 女郎的五个跳绳动作，让我们欢迎 JKF 女郎。大家好，我是 JKF 女郎莎莎。大家好，我是 JKF 女郎包包。大家好，我是 JKF 女郎文心。大家好，我是 JKF 女郎双喜啦啦。大家好，我是 JKF 女郎布布。欢迎大家来上这个跳绳课。那你们刚看这五个动作，你们有想法吗？有五个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感觉有好几个。你看到了几个？感觉有十个吧。那想问一下，你们平常有运动习惯吗？有那样，没有那么难，没有那么难。我们会对未知的事情觉得它很难，摸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哦，摸它吗？那平常有跳舞的？有，就是群魔乱舞。哦，抓到，两位有跳舞，三位、有跳过绳的吗？有跳绳，有都没有跳过绳，但是有三位是跳过舞的。那我们问一下，好，我们请拉拉先过来这边，可以。那三位在这边，对，照这排序的话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那我们等一下先来看一下五位的基本跳绳在哪里，然后我再把这五个跳绳动作分配给各位，然后就来一人练一个花式跳绳，回去就可以秀给大家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我们五位 JKF 女郎他们的基本跳绳大概落在哪边，看一下动作有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就先去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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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认真讲，他动作真的是算不错，因为很多新手会有个动作，就是脚跟会落地，新手可能跳的时候会，但是他是有踮脚的，他的脚是有缓冲的，是有像个弹簧一样的。那我觉得你说不定等一下，没有，因为我之前都是练健身，我协调性很差。哦，你有在练健身哦？之前是大专杯的、啊。你知道附近有一间很有名的健身房叫三剑客？哦，三剑客我去过。那我们Lara看一下Lara 哎，怎么了？ Lara 跳不起来，跳起来，他分心了。 Lara 好，可以怎么样？问题不大，但是会有两个比较需要调整的。像 Lara 他刚刚的手，他手会就是比较僵硬的在两侧，但其实你就把它当成在跳舞一样，就是自然甩动就好了。你的前臂可以一起带动跳绳上下去甩动，轻松的跳就好了。对，然后手腕可以有这种转的动作。第二个问题比较需要调整一下，就是你的脚会后勾。一般我们跳绳会直直往上，膝盖微弯，踮脚直直往上。对，你会有比较有一个，我觉得你会有这个动作，就是很长，怕跳得不够高。对，会怕绳子过不去。对，但其实它就这么细嘛，是，对，你只要时间差抓得好，脚尖有离地，一定过得去。好的，可以，感谢老师。宝宝，宝宝的这个膝盖，对，这个要膝盖就是脚勾到极限。
哎，不是说不能这样跳哦，有一种花式跳法也是这样子跳，对，但是一般我们最基本的跳者会比较偏直上直下。可以，慢慢跳。有，像文馨他时间差就抓得很准，所以他起跳的幅度很小，几乎只有一点点，然后绳子就过了，就时间差抓得好，所以你跳起来会比较轻松，你可以很顺的跳很多下，可以调整会跳更好的就是你的一样的前臂，就是手肘固定住之后，你的前臂的摆动可以再稍微再顺一点点，会让绳子的那个高低差做出来会更容易过去。这个腹肌哦，不在跳绳的时候，其实腹肌是用力的，因为平常看这个没有讲是看不出来。那我刚看完之后，我们现在来重新分配，重新分配一下。害怕？你应该是逃不了了。啊！就是第五位了。那你应该是在那了，我应该是对，他应该在这里啊，对，应该他第五位，对，我们排好了，这样吗？有吗？对吗？有这个困难。对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啊，就这样。就这样分好了，好，那就这样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开始教学了。那非常简单的，我们第一个宝宝，我们先做一个不用跳绳，可以先放到旁边去。你要帮我做一个滑雪的动作，滑雪，哎，滑雪，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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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帮我做一个交叉跳，一二三四。哎，很好，对，等一下呢，就是拿着跳绳做这个动作。那么步步，我们来做一个小跑步，小跑步，对，就这样，对，肚子用力，对，收着，然后手帮我放旁边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，你帮我做一个。有点像要往前冲刺的动作，有点像是要往前冲刺，一脚在前，一脚在后，重心正下方。等一下呢，你先抬左脚，左脚抬起来的同时，右脚跟着抬起来。你就想象这里有一条线，你要跨过它，跨过去，对。但是你是在原地做这个动作，跨过去，然后手，一、二、三。我爱你。这位是，你是我是泰雅族。罗嘎素，罗嘎达样，罗嘎萨库。泰雅族的朋友，等一下我们再拿跳绳试看看。好。然后刷刷，我们来试一下单脚站立。积极努力。努力，对，换脚。换脚，换脚，换脚。手加进去的话，一开始先放左边，两手在左边。打开的时候换脚，到右边。打开的时候换脚，到左边。打开的时候换脚，到右边。那我们就拿着跳绳来试看看。我们来加入跳绳做这动作，OK 吗？还记得我们的动作是什么吗？滑雪。滑雪。对，然后把它融入，把跳绳融入进去。我们可以先不用做很快，我们就慢慢来。跳过去了，跳过去了。哎，换边。这边惨叫声。啊！对，超难。哎，就是。你等绳子到了再跳就好。跳绳就是不用急，不用快。好。对，我试试看。节奏好像对的哦，错哦，我们就抓两块板子的距离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就抓左边跳到右边，左边跳到右边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就抓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哎，很好，
好，有，有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休息一下，等下练一下。好，我先练一下。然后看来宝宝的进步很不错哦。好难啦、啊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可以可以吗？可以。五分钟内搞定。可以。OK， 那我们下一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第二关，来吧。是。还记得你刚的脚步吗？交叉。对，交叉。这样子跳都可以。我刚在那边远远看你自己练的垂直跳。基本上很 OK， 比你刚开始示范的时候好很多。我发现你进步很快，我发现你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脚这样，那就融入你的手。可是我的手交上去就有点不协调。你先过一次就好，我们先跳过去之后一次，对，我们先做一次就好。对对，停住，好，然后绳子丢到后面，脚位是刚刚的交叉，对，第二次打开，对，50%了，这个进度50%了，对，然后这两个加在一起看一下，一，等一下哦，15，没事，这地板不平啊，是，地板不平，都是地板的问题，在于李尤博，一，二，一，二。哦，耶、欸！ Yeah! 我没有想到这一次，哎，刚示范还两次，然后我发现他一次就会了。哇！交叉打开，交叉打开，耶！耶耶耶耶！好，现在是四拍嘛，一二三四，看能不能练到八拍。好 ，OK， 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八拍就好，就这样、okay. 就搞定。好，八拍，待会见。好，谢谢。第三关，我们来到步步这个关卡，那还记得我们要做什么吗？就是小跑步加手交叉，脚都是一模一样，脚不管多什么时候几拍，它都是一模一样，左右左右。我们先做这个就好，我们先不要交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下看看。哎，你过去一点，过去。对，3 4 5 6 7 8 好，可以。我们今天的终极目标就是12下，但是12下里面会有4下是这样子的跑步跳，然后接两个交叉。6 7 8 1 2 3 4 5 6 2 2 3 4 5 6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，耶！我发现我其实今天有点惊讶，可以吗？我没有想到就是你们进度会这么快，嘿嘿嘿！因为其实这个不简单，这个我以前自己练的时候也是练了很久啊。等一下节奏会是1 2 3 4 6 2 2 3 4 5 6，是这样，终极目标2个6拍。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四关，文馨，还记得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吗？有东西来的时候，跨过它，脚的时间差，太能跨过它。想象今天有一个东西要过来了，对，然后前脚可以抬高一点，有了，就这样。那等一下呢，绳子就是我的手的那个感觉，所以你就是准备好之后，绳子要来了，跨过它。地板不平啊。对。知道吗？对。我发现你嘴上说很难，我发现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就是这样。你这动作已经做很好了。但这是后半段，我们前面还有一个动作要先做，对，先甩绳，等一下我们会左右打开，对，左右打开，再次左右打开，你有玩过这个动作吗？没有啊。我该今天那你对绳子熟吗？
我发现你控制力是蛮好的哦。真的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太快了。六，你跳六个就好。六个。能连续？哦，我看你好像已经没问题。没有，有问题，那么快。你就跳到有人中断就停，不用很快，我等一下配合你的速度。好好，待会见。OK。今天的大魔王。好。刷刷。没问题。对，一开始你就先右脚抬起来就 好。对，你看能不能定着。OK。定着之后，绳子往身体的左边甩。对，右手在左手上面。右脚抬起来，甩一下绳子，打开。对，再一次绳子到后面。右脚抬起来。右脚抬起来。左边甩一下，打开。但换脚的时候，你帮我练习落地的时候就定着，没有就定着，对，平衡感。很难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这才叫魔王关卡啊！很好，这样再一次，来教练。右脚抬起来，左边甩一下，打开的时候换脚。对，太早跳了。但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绳子啊，如果今天两只手在身体的左边，右手就要在上面；但如果今天在身体的右边，左手就要在上面。对，因为这是因为当你在这边，你要去打开的时候才会顺畅。那如果你今天在右手在下面，你要打开的时候可能会勾到绳子，可能会变这样。对，这是一个小技巧。好，先。哦，我说，请问一下，你要怎么找那个人带？我就刚打，他说下一个人。来，三一二三。为什么你做起来那么顺畅？真的很轻盈哎。一 ，OK。找上来。哎，很好，对，你自然的打开，这没错。第四下会要打开，第四下就是先抬着右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就一直重复。就是重复做这个动作，左打开，右打开，左打开，可以不用拍，右打开，左打开，右。不错，就是一个短短时间，我发现你第二次跳又进步超多的。有，就这样。要强大的。不，你很认真，很认真。那我们就待会见。没问题，努力练习去。谢谢 JKF 女郎带给我们精彩的跳绳成果发表。其实跳绳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啊，好玩。
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好累，好累，又累又好玩啊！对，又累又好玩。对，哎，其实你们不要看我们前面在那边嘻嘻哈哈哦，我们从大太阳练到现在已经傍晚。嗯，对。就大家可能看这些动作，可能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跳你发现其实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动作练到很顺畅、很漂亮、很完整。但是你们的进度是其实是让我很惊讶，我认真没有想到今天会这么顺利。太棒了，我前天睡不着，就在想怎么办。如果他们，如果他们跳很久，要录到晚上八点。对，我们这样跳下来啊，你觉得跳绳最难的点在哪里？协调，是一个整体的协调。对，协调。因为我以前很讨厌跳绳，超级讨厌，小时候就不喜欢跳绳，所以就是克服那个讨厌。心肺吧，因为他要一直连续不断的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最难的。负重最难的点，负重啊，负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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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跳跳的时候腰有点酸，这样子。啊！我说今天这支影片好难拍哦，狂飙哎！我都很认真的看着你们的脸，而且刚才要表情管理哦，抓你的眼神吗？他会说几分几秒 take， 然后就说哎这个视线不对，他还帮你变大，对，放大。来啊，给你们抓，来抓，接受你们的挑战。我觉得也是那个哎、就是太喘，会喘，就心率拉到很高，你会觉得很喘。对，就一开始都很顺，然后可能到后面，可能是因为太喘，就会很乱掉。而且跟大家讲一个事情，就是专注力，它跟心肺有很大的连结。就当你很喘、很累的时候，你的专注力会急速下降。是，那你视线好一点，又比较不缺氧。哦、我今天好难呼吸哦。好，那如果大家对跳绳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右上角的资讯卡，那边有我之前教过的跳绳教学影片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想看更多的话呢，我有一个从第一天练跳绳到第365天的跳绳影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进步过程。你们看一下我从第一天跳到第两个月的时候，你们就会发现你们跳得比我好。你们就会发现你们其实很强，对，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说他们其实很强，就是因为我回想到我刚开始练跳绳的过程，可能跳一两个月就这样了。影片中使用的跳绳呢是听证与健人盖我联名合作的花式跳绳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连结会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跟置顶留言，欢迎大家一起买一条跟我一起练习跳绳吧。百大女郎票选活动快结尾喽，至12月31日止，让性感成为主流，快把你的票投给喜欢的女郎吧！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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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我！对了，不要忘记12月24日 JKF 圣诞签书会，赶快来找我们吧！快来，快来！我是宝宝，我是婉欣，我是 Lara， 我是帅帅，我是布布，你是？见人盖衣，有任何问题都会在影片下方留言，那大家记得去投票。那如果对他们 JKF 女郎有兴趣呢，他们的个人 IG 都会在他们身体上面，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认识一下，追踪一下，订阅一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拜拜。